装自己。
我希望看到的是，我理直气壮地说，我希望看到的是你更像一个男人一样，理直气壮地说，哈哈，我在腾云直播间搞黄色背景音乐，哈哈哈，我好厉害，我希望你是这种态度，而不是说你跑到我直播间装，假装自己，我就开个玩笑就背景音乐。而不是这样的，我希望你是有骨气的，说，我在腾云直播间搞黄色背景音了，我好厉害，我搞黄色，我好牛，我希望你是这样的人，而不是第二种绿茶。我更希望你是一个男人，一个真。好吧。